近日，四大名著《中华文化之夜》2020英飞龙腾新春音乐会在洛杉矶举行。音乐会由美国英龙传媒和美国梅拉诺演艺公司主办，以四大名著经典影视作品主题音乐为基础，重新编配，将经典段落由海内外艺术家以多种形式呈现给海外侨胞。今天晚上我们在美国再次举办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今年的主题呢是四大名著，我们希望通过四大名著的这个中华的元素，能够带给我们美国的华人华侨一个不一样的新年。所以今天晚上的活动呢是以中华文化之夜来命名的。四大名著影视主题音乐经典配器是当代音乐人饱含激情和厚重的文学艺术积淀，对四大名著做出的杰出音乐诠释并广为流传，艺术家呈现的曲目节奏与旋律，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给观众的视听带来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再次感受到四大名著无穷的艺术魅力。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代表、当地的政府官员、侨团社团负责人等与南加州华人华侨出席并欣赏了这场音乐会。我是美国英龙传媒苏彦涛，仅代表我们美国英龙传媒所有同仁，祝福浙江国际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